出去，白色、黑色的，灰喽摸摸西，跟他制服哎、欸。你买银色的回去，现在就绝对不是老人灰了。哎、欸，也够了啊。那他也等于说没什么辙。客人就觉得好，马上换车。没第二句话，它的方向盘也很细，正2018，没错，然后49,000公里，这一次方向盘就加分了啦。看到你这样一直讲那一台怎么办呢、啊？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来到宏达来收车之。宏达拍卖场，一去就中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没有那么累。为了要送这个宾士熊，还有这个贵州的哦，贵州的整套整套又来整套，有 S 的，有 S 就选 S 哦，这个也很厉害。哇，这么高级。这是咖啡杯吧？咖啡应该咖啡杯，应该咖啡杯。哦，搅拌棒哦，实木的哎。我们今天总共准备熊啦，杯子、雨伞、帽子。那一样送给我们，上片截止一个礼拜，1到7号，留言那个按赞数最多的那个，好，一人独得，一人独得，赶快留言的啦。然后在开始前，各位好朋友们，如果还有要估测的话，我们的 QR code 在这边，然后如果用 ID 搜寻打小老鼠打宏达 HONGDA 就找到我们，随时照片上去，行照上去，我们随时就报价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来我们来看第一号选手，无敌凶的，真的也是很贵的，宾利这台底盘。好像8-9千吧，林格文的，这是米勒套件，91万2，91万，你上次91万可以买 Jimmy， 也可以选那个，91万可以买 Jimmy， 还是要买米勒？我要买 Jimmy， 说实在，还有21寸铝圈呐、啊，还有林格文的座椅，然后前后那个头枕有刺绣，然后有真皮的天袍，然后还有钢琴烤漆饰板，这是贵州哎，啊，还有。后面还要抱枕，这个跟法拉利差不多意思啊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加空车1300，选到来1480，1480只开9000，而且一哥有加 S 的，有 S V8S， 我们日规的范围内都没有 S， 日规一般是507匹马力，这个 S 的是528匹马力。哦，我们这一台是什么？前保杆，哎呦，有不一样的，真的有，真的不一样，小改款的，你可以比照一下我们之前日规进来的，比较霸气，这个真的比较微笑型。切有桃，切有冰的跨界的好啊！而且这个颜色对不对？有银色说太空银，没银色说烙晒银。但是他今天帮他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，月亮银。月亮不睡我不醉，还有月亮银，还有月亮银。我要代替月亮。如果是叫你新车花1480，你会买银色吗？有啊，沈老板也是买银色啊。你不知道，最近银色够丢脸啊！真的哦，真的，老板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人家是。风水轮流转，10年转一圈。10年前流行银色，现在个灯丢西啊！真的假的？喜欢跟人家不一样的，就是趁现在。现在出去，白色、黑色的，灰喽摸摸西，跟他制服哎、欸。你买银色的回去，现在就绝对不是老人灰了，不是老人银了，就是月亮银，时尚科技银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觉得这皮真的摸起来很舒服？你们刚才在移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给他摸？对啊，我一直偷摸。那会上瘾。你好恶心哦、喔！我跟他讲，人家这一颗选配9万、欸。还是2颗9万，这是米勒套件专属的吗？對，是在套装里面的。啊，你好，我要尽量喜欢咯。加西朗这些喏，9593。哎呦，993。我再开2公里好了，9595哎，好吧。而且这台是黑内装哦，黑内装。哎呦，而且是林格文米特他哎、欸，真的。买宾利就是要这个厉害的米勒套件，一定要选这个才有感觉，宾利的感觉，宾利的感觉。冷热通风椅。还有安博也要选，对，还有尾翼上下，对，尾翼上下，气压避震、软硬，还有高低都可调的。嗯，欸，重点在这个 V8 引擎真难耶。而且其实啊，我今天刚刚又去买一台那个520D，我那个大了，那个陈大哥那个老板，他对宾利超有兴趣，因为他说我50几岁，我真的搞一台跑车来，他说他这也买过一台911，开一个月就卖掉了。他说实在太吵，他受不了。其实这个车大老板坐得舒服，而且重点是又能够放高尔夫球具。对，这个适合每天可以开，每天开的车，就是人家说的 GT 跑车嘛。GT 跑车，对，开出去莫名的优越感就出来了。我觉得这种车不会说坐上去好像要战斗，好像。会流手汗那种，就开得很紧张。这个就是很舒适，很优雅，都哥在开的好不好？我刚好坐一下。西门，好，你好。对啊，一键你看就可以往后坐。
坐坐感觉很舒服。这是真的能坐人，我比较小只，少人太大只，一个可以坐坐看。这真的，我之前我去开柜日柜的时候，我也有坐这个。你看，这算垃圾。哇，这个要选配吗？要，这个要选配吗？这也是米勒的吧？这个该不会也好几万吧？实木的，里面是实木的。哦，实木的嘞。对啊。哦，这个凶哦，这个不行不行，因为我觉得还可以。你看你这样很 OK，啊，我也都没顶到。我觉得这大人要稍微挤一下可以，可是坐小朋友一定是 OK 的。嗯，哦，你看我这样坐起来，我觉得也还不错。你用双门车的标准比，这真的算很大。我觉得它这种没有逼住的造型，上下车又很方便。对，而且它窗户是可以下来的，很漂亮，这真的很漂亮。来，红色铝圈，21寸米勒套件。哦，对，米勒套件的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小宾利。对，这是红色的 ，V 八的就是红色，12缸的就黑色。对。好，我们来再往下一台，2号选手，这个就抢翻天了，这抢翻天的了。今天这一台，它的选配，这台就真的是很有它的价，白色的，哦，主要的配备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选全景天窗，重点来喽，有选 PSM 电子悬吊，还有跑车计时套件。哦，这两个现在是最夯的，最夯最夯的。而且现在2.0你要找到这两个的也很少哦。来，主要还有这个，我还要选一个环境，环境，还有你看 ACC 自动跟车。我跟你讲，有 ACC 就对了，真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卖二手的、中古的、外汇的，有没有？大家很喜欢这个配备，有 ACC 就先抢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。然后还有免钥匙，还有14项座椅。哦，又有 Apple CarPlay， 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专业选配了。而且你看它选配到哈，不到340哎，334，看什么什么东西都有，它竟然334，感觉很贵。我感觉这个选起来应该要360-370那边，不重奢侈最为原则。嗯，它这个铝圈呢，啊，它就当初不是用新车选，这个原厂的20几，它自己改，它自己改10出头万，这个划算，这个划算，这个蛮划算。尾翼管，尾翼管是它也是后改，这个差不多2-3万块钱左右。等于是说，车主总共大概花差不多接近350万。各位观众，这一台收购价310万。如果照表超客的话，说实在330几，你给我说310万，便宜新车才便宜多少？24万，24万，你疯了，喔！你好恶心哦，喔！2021年1月出厂，7000哦，从新竹开回来变7600了，哦，7600公里。哦，今天才问说，你有没有在哪边保养什么？他就说啊，保养什么？还没保养过啊，车子就卖了。我现在心脏有点血压越来越高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这个你看，连膜都没撕，凶不？真的。好，哦，那这个非常非常粉嫩的方向盘，然后我们有14项的座椅，免钥匙，主要小豆豆威尔刚模式，20秒超增压的跑车计时套件，然后它有电子的 PSM。然后又有全景天窗，这个很多人要这个，啊，PSM 哈，这两个东西，对，这两个真的超多人要，还有 ACC 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这个车主真的是非常非常接近新车的一个状态。车主是去年3月交，所以等于这台车保固到2025年3月，哦，所以它等于说持有时间还不到一年。它保就像新那个保护贴一样啊，他怕你下车的时候去摸到，有没有磨到，有没有？上次那 C43也有。这个就是怕你上下车去刮到，要像贴犀牛皮一样，它这个是贴比较厚一点的。然后马 K 哈，一整那个贯穿式的尾灯，小改款后 的，很多人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后箱盖从这边，没开过保时捷的绝对不知道这一个小豆豆，一定会找不到，一定找不到的，在这里开。马 K 这车真的卖得很好了，一样真的连膜真的都，连膜真的都没湿的，真的都没湿。7500公里，非常非常接近新车的一个状态。你到底是能卖多少啦？这个真的不是卖不卖的多少，重点是出去就是凶。对，他卖的很开心，我买的很痛苦。好了，3号看一下，3号选手又是我，什么车来 ？CLA 200，CLA 200，什么练 Shooting Brake？ 哦哟，有多数？你看，不是台大就是那个华冈艺校的，就两种人而已。这一台是总代理的。而且他跑很少，他是2018年，但他跑很少，跑3万，很少嘞，欸。这个是一般的试售车，欸，对啊，整台都原装的呢，欸，新的跟什么样？你看那灯一定是有室内车。而且他完全就没有在用啊！买旅行车就是拿来睡觉用的，生小孩用的。如今我只能跟自己的左右手睡双人床了。唉，你看人家还是有选。摸门，虽然它是入门款，开这个就是时尚，还是时尚小辣妹，就是开这个。你开这个没什么人敢追呢。为什么？能力好啊，这个能力好，拍红拍啊。这一台是1600cc， 税金又便宜，省油省税。新车价多少钱？194。我们这一台的
收购价，我们就一句话啦，不说什么了，118万给他拼回来了。这样便宜新车才便宜多少钱？便宜80万，哎、欸，也够了啊。那他也等于说没什么折。客人就觉得好，马上换车，没第二句话。可是说实在的，这个车如果你再开个3年，也赔不到50万了。对啊，我们的比较保值啊。四门的后面是斜背做那个造型台，五门的你看它上面空间不会顶到，对不对？158公分啦，不会顶到。啊、你看 City Break 的它一样是无窗框设计，你看它后座真的空间很大、啊。来，再看一下我们的后面改款的哦，这个是小改款的哦，后灯尾灯也不一样哦，蝴蝶尾灯也不一样。还总代理前后倒车雷达嘛，你看。哎、欸，整台车保持的原汁原味，这很凶哎、欸！我看摸起来这个，你知道我在摸这个知道吗？摸是不是原漆？真的是不是原漆？摸这里其实都摸得出来。来，哎、欸，也有电动尾门哎、欸，小萌熊嘛，都有电动尾门。新车你去哪里找一台不到200万的车啦？买这个就是买它的那个外形 CP 值，有没有？我们后座你看很大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它椅子可以往后，没有没有哦，很大、欸。这个拿起来了没有？已经哦，跟新的跟什么、欸？下面还有空间哦，下面还有空间，膜都还没撕，哦，这么大，可以睡两个人，这下面也太大了吧，够不够平坦？哦，这个棉被出下去真的，要生小孩要干嘛都没问题，急救处理，买旅行车就是拿来睡觉用的，生小孩用的，新车款低单价的这个车真的 CP 值超高，我们再来换。帕特四，这台请到我们阿刚，我们这个好爸爸数据系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刚刚小林说他那台很省油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打脸了、啊。说到省油，全宾士就这一台了。真的开去竹北，我真的没跟大家胡乱。1公升跑24.5哦，跟他官方是公布多少？完全符合，真的真的24.多。因为你稍微重了一点，所以他低了一点。干，我还有在博玉啊。平均油耗21.3呢，真的，比 Toyota 还省。这一台车柴油的嘛，1220D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在跑高速公路的，然后柴油又便宜，隔音又好，加油又不用排队。阿刚，我们在里程数我记得蛮低的，49,000公里。这是小姐姐用车哦，真的。你有没有觉得车上很香？香香的。哎呦，你们两个，好像闻小姐姐的味道。你老婆不会看吗？你好恶心哦。它的方向盘也很细，正2018，没错。然后49,000公里，这台的收购价格呢是140万元，我觉得这台其实很划算，真的，经济又实惠，经济实惠的。它整体的车况，我觉得我今天开去新竹我是很不错。它开起来坐起来安静又省油，说实在的，就是很适合做一个代步需求的车。我觉得高速公路一桶油应该超过1000哦、欸，人家加两次油，你只要加一次，而且。柴油油价又更省，还是我们来考验这台车，加一桶油然后环岛。环岛吗？下一集经济化是不是？回来就变5万多，一个月把我们杀。你疯了！我觉得这应该放不到过年啊，这应该等一下就卖掉了。我也觉得。有兴趣的赶快来找我们阿刚。好，没问题。第6号选手欧阳先生，我在5号选手啊，不是六号，我不知道。你可在等呢？不要乱打广告好不好？他买这个车虽然说是入门的，但是。他选了23匹，又选360度。哎呦，最优质的就是这一块大牌，我就看着就爽。9998啦，好不好？八够久了吧？有没有？9998 ，Hockey 昂税欧大版6牌。开宾士就是要开这种。我们虽然比刚才那一台耗油一点点，可是我们的油耗也不会很差。高速也有17耶。哎、欸，高速17耶。17耶，你刚才我实在要打岔，我对这数字有点怀疑哦。真的有到17吗？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没有。我之前有一个施老板有跟我买一台，他跟我讲他在高速公路的时候，他有看到他的平均油耗是16.7呀。对，那时候跟我讲的，你看这是超级省油的汽油车，其实要做到这么省油的，真的是也是很难的。很少了。哎、欸，你看9速变速箱2000cc 的涡轮增压，而且又一的又那么重，上高速公路塞车的时候，还是你不想超速的时候，定速100给它开了，不要说可以睡觉了，你就可以稍微分心一下，跟女朋友聊聊天，跟老婆谈谈心事，争取一点私房钱的时间就有了。你老婆不会看吗？卖车的时候大家都是先問第一句问说，哎、欸，这有没有23匹？对啊，有啦，欸、有23匹真的先赢了啊，而且他还选这个。黑橙木饰板，哦呦，加钱的，大家最喜欢的黑橙木饰板。然后你看23匹，有没有？大家最喜欢看的，这个也选得很精准呢。360没有一的话，它是没有多一个按键，它是你打档它就直接有，有没有？这边
360度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有选双萤幕真的是对的，我觉得那个是有点浮夸的配备。对，听说双萤幕真的要花十几万，那个我觉得我要花十几万，我要花二三批的钱。没错，这个自己回来再改一下就好了。可以，三四万块就搞定了。要买这一台要装双萤幕的，找我们欧阳。后面真的也没什么在做的。对啊，就没什么使用痕迹啊。哎、欸，其实真的，这个跟柴油车比较起来的话，汽油的引擎的声浪还是比较宁静，而且是比较安静。对，还是比较安静点。电动尾门，哎呦，尾门，哎，一两百有选电动尾门哦，好。对，欸、这一台真的选得很厉害、欸。对啊，二三 P 黑沉木电动尾门啊，这个应该有脚踢吗？这个脚踢没有。没有，因为它没有涡轮，没关系，我们有9998这一块牌，有的时候都要飙到12000块起跳。而且你看黑色的，真的整台都原厂的。伊、這個、卡大家最喜欢就买黑的。这个伊卡的尾灯真的钻石尾灯，很漂亮，也很漂亮啊。这台最终收购价是145，但是因为它有稍微被擦撞一下，所以有换这一块门。是啊、喔，对啦，可是有没有？但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是只有这个门而已。里面都没有哦，里面的点我都看过了。因为这个是铝合金的门呐、啊，对，铝合金的门就不能钣金，它在南港换的哦，在原厂换的，哎、欸，不一定一个小酒窝他就给他换了，有没有可能、啊？不知道，但是这真的连这里连这边都没有、啊，哎、欸，原这里面也都没有、啊，哎、欸，有烤漆有烤漆，但是这里面都没有，对，这里面都没有，这个一摸就知道有没有烤漆，摸这里就知道了。嗯、所以说这一块有烤漆，可是没有更换，就是据实就是告知我们的消费者、汽车公道我嘛。不欺骗，不隐瞒，真的啊！可是这真的还好，就两颗螺丝换掉而已。嗯，这还好，不影响安全疑虑。一两百买145，是这跑72000啊！你这样讲的，这样就好像又没有优势哦。哪有？还好啊！正2018年的，你看3年多，跑7万多，等于一年也是跑2万出头。这种车真的是实用性高啦，每天开的当业务车也都 OK 的，而且这都是原厂保养的车。还有后面两台，老板座驾。S400 大哥，我们还有个小学弟在边、啊。大哥，这台是汽油版，我刚才看它是 S400，对，好险它右边没有再多一串英文。如果是 S400 Hybrid 油电，滚，那要温气耶。好险我们是 S400纯汽油，纯汽油 D6 3000，马力333匹，新车应该是520，对，581。哦，干，好贵哦，581真的很贵耶。来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配备哦，环境哦，好，有多环境，然后里面呢，23匹一样有跟车，一样有跟车，这台的话应该就是跟助理。培养感情的事情，低压避震，电子避震，电子避震，对，所以它又更舒服。哎、欸，你老婆不会看吗？柏林不是标配的呢，这应该是选配的。哦、柏林应该是选配的，冷热通风，冷热通风，是4颗按键，雷达环境。哎、欸，这台真的也跑不多哎、欸，跑2017年的49000，这台真的也很新，然后又有全景天窗。而且它这个是后座还有电动座椅，而且重点它有吸门。而且你不觉得如果现在这个200多万就可以买得到，开出去好像有300-400万的感觉，你不觉得？重点是要给别人开了，不是我们自己开的。哎、欸，没有啦。如果说你新车花581，大部分可能有10几台，但是现在200多万自己开，我觉得也 OK 了啦。这200多万自己开也是很抓、欸，真的很抓，这真的很抓。电热，哎、欸，电冷，热冷，哦，冷后面也有冷热、欸、冷热都有，冷热江，冷热都有，然后也有3组记忆功能。不用，好险真哎、欸，好险真的没有英文字母哦，有英文字母真的抓塞。这空间也还不错哦。對啊、球具应该也都还可以，球具应该是可以啊，这个空间是很大。S400的，正常我们依国外来看的话，其实这个价格没有这么不保值，在台湾算是特别的廉价，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中古的这种车还蛮多人在找，因为大老板嘛，真的这种、我记得好像说这都是上市公司老板的车吧？对啊，对他们可能前三年不要说。打对折，根本那前三年都打4折，人家料死，真的给干嘛打到骨折，你知道吗？他又原厂保养，然后又都几乎十几台，差不多才3-4年的新度，你可以用4折多半价以下的价格买。你看我们这个售价可能跟143差不多，新车贵130，然后现在一样价格、欸，而且你又用得到这种空间舒适感。
就折价特别大的车，真的，这种剪刀版的车最爽了，看，因为他都去原厂保养，你也不用担心。这台收购价是220万，你看这个大老板都没有在含扣了。这台六号选手，有兴趣的私讯官方 LINE 找我们大高。最后一台七号选手，头灯是三条转，三条线，像少文两条线的那时候头都晕了，两条线的时候你有没有晕的？我是头很，以奇而替，那个乡民不得讲兴奋到模糊，我是这样。对，我们这台。哎，要柴油的，干经济实惠，这个车买柴油就对了。刚才你那个一二，刚才不是说不好？妈的，战书大人真机灵，风往哪吹你就往哪倒，真是佩服佩服。S 这么大台，又重又大台，一定耗油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挑柴油的，省油。S 会不会跑长途的？不然买 S 要干嘛？我老板在做，我管你是什么什么油的，反正我就是坐在后面，坐在后面，空间大。这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平的也是有跟车的哦，不像以现在那种圆的，有没有？大老板一定要有这个，宾士一定要拉出来。其实我喜欢宾士立标，我知道，我觉得这真的比较有那个质感的感觉，啊、因为平标的车一大堆。来。AMG 的有没有 ？AMG 的保感，哎呦，事故没有啦，侧胸啊，侧胸，好，这一定都司机开的。这个司机可能要那个了，打屁股了。AMG 铝圈，哦，这个到时候都要整理的哦。嗯，这真的回来要整理。这个司机真的不太行哦。嗯，这个刮伤都，哦，这刮伤都要处理。处理的时候，我觉得顺便把它整个抛光弄新一点。对，我们抛光弄新。哎、欸，那没有先开门。来来来来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哎、欸，都没有这种感觉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。哎、欸，你搞得这样真的很像那个红星大 B 哥。但是这个就没有电动的哦，因为 S350D 啊。哦，对，没有电动座。因为 S350D 还是比那个 S400 的第一阶、啊，真的是。可是这个就是实用性高，实用性高，省油。是这样后座坐起来。感觉起来真的，你如果要去买那个 E Class， 真的，我觉得来开这个底盘可能舒适性好很多。我觉得因为 S 的底盘真的是没话讲，真的，真的吸震效果什么的，只是说真的比较难停车一点。元气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真的元气的。那这整台元气，你看 AMG 的，我觉得 AMG 还是有 AMG 那种风格还是比较好。那我、哦、这台真的后面也要考哦。哎、欸，这也要考哎、欸。哦，这办法。哦。哎、欸，这今天扛不过。这真的。司机有在赔车后这台18年的，我们现在你知道收购价多少？收购价多少钱？一口价，来多来一台多6万块而已，226。哎呦，哇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很抉择，这样子要买小改款前的汽油，还是买小改款后的柴油？我觉得这一台会先卖掉啊，我也觉得，好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它第一点它小改款的，第二点它黑色的、主流颜色，老板座驾一定是黑色的。啊，这一台里程多少？6万。哎、欸，真的跑很少嘞！人家本来想买 E Class 的预算，对、欸，看一看他 S 的，啊，那就买 S 的，我买什么 E 的？哎、欸，这一次方向盘就加分了啦。对，看到你这样一直抢那一台怎么办呐、啊？没有啊，可是那汽油的啊。有的人就是有柴油迷思。等一下，声浪还不错，为什么好像有点声浪的感觉？哦，像 V8 的声浪那种哦。模拟声浪吗？这应该不是吧？它应该不会骗人吧、啊？这一样有跟车啦，哦，但是这台就没有玻璃。是最入门款的 S 吧，但是都有双萤幕啦、喔、S 标配都双萤幕，它这一台就是多了一个、喔、新款方向盘。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永远觉得它这个椅子真的坐起来很舒服？哇、欸，看这椅子好厚、喔，就好是不是这种车就是适合开长城的、啊？对啊，这椅子真的好厚、喔，很像在坐家里沙发的感觉。对啊，我真的忍不住，等一下我们再去加开印一场，跟我们的日规的 S560 再 PK 一下。今天就跟他拼了啦 ，350D， 我们再来了一台 S560， 加印第8号。对，因为我发觉这三台真的很像。加下去了。哎，白色的啊，银色、黑色、白色，你看，今天买 S 就来我们宏达，最喜欢做 S， 正当精品的 S， 每 S 都自己加 S560。哦，这个真的凶了，这真的，我们前面讲什么400、500、600，看这个妈，800起跳，妈不通康张了啦，通车就792了，对，100台才一台而已。太贵了啦，800万，哎、欸，选配套弄到都要快800万，真的。来看一下我们内装，一下介绍一下。哇，这真的拍下去，这前面还要卖吗？这台 CP 值真的是。哇、哦，真的，哦，这样子感觉起来真的又不一样了。柏林自动跟车，抬头显示器，后面电动窗帘，哦，新款的方向盘，双液晶屏幕嘛，哎、欸，好，37000而已，37000。哇，等于是这三台里面跑最少了。这一台也是1718小改款的，后面还有后座影音套件，后面有萤幕哦，然后冷热通风。
哎、欸，毅哥，我们这台是4.0新的引擎哦，新是 V 八4.0新款引擎，新款的哦。因为我最喜欢买这种的，像大 G 我也是买 G500那种4.0引擎，就是要有那种 V 八的声浪。对，哇，后面喷水、欸，大喷水。哦，你看这引擎多嚣张，跟刚才那皮摸起来真的有差，嗯，真的，这整个都是，好像这是皮质有差的，皮质有差，真的，有差，要多卖一台车的钱，真的，哎、欸，不要350D 400多万，这个要800万，差一台的钱，哎、欸，可是我们现在卖的价格好像大概才差100，现在多100万买到多原本250的价值。哦哟，那给大家稍微跟我们按赞一下，哪一台比较好？这一台嘉应厂这一台8号，这是8号选手。第一个为什么排气管里面会喷水？排气管喷水就是你燃烧完全，冷车的时候燃烧完全。哦，所以说以前说你是不是泡到水？没有啦，是人家讲燃烧完全嘛，对不对？燃烧代表引擎是健康的，对，引擎是健康。More multiple 的哦，这后面英文可是不是少文讲的那种英文的，吓死人哦，不是油电的，这不是油电的，这是四轮驱动，四轮驱动的，哪一款的？这也完全没有考过，都是原版电的。哦，这个也是都哎，拢无你起来呢吼，这台真的不错，真的好。不错，真的漂亮。好了，今天宏达拍卖场 Part 4嘛，啊，1到8号全部介绍完了。各位好朋友，在帮我们留言你喜欢哪一号？对，最后面如果有要估测，再欢迎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。我们 QR code 到这边，如果 ID 搜寻的话，再打小老鼠宏达 HONGDA 号，就认上面那四个六个英文字。好，这样很好找。一样，我们最近曾已经开始继续在加了。人家说狗急跳墙，真的是。现在蟹老板真的是急了啦！你可以跳墙吗？我没有办法啦，我现在都快跳海了，还在跳墙，没车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今天赶快帮我们分享一下，我们真的强力收车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，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たくさん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いねとチャンネル。